别走，没什么，第一关就这么难。别，别不怕，放了他！我去你大爷！小兔崽子，算你走运！ 哎。
我们要拆解眼前人的招数。 Yeah!
把龙俊孙放了，否则我对你不客气。龙元强，你个手下败将，竟敢大言不惭地说要放人，实话告诉你吧，龙俊孙就在这里边，有种你就来呀！哎，消息有账，交给我，没问题。
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拔刀相助，报上名号。闲云野鹤，无名无号，专杀野鬼，惩罚恶人。那你算是找对人了，既是野鬼，也是恶人。放我们走？害怕了？不是怕，是给你一个机会。给我一个机会，弄我一个美女是吗？好，我照单全收。看我怎么收拾你！
Thank you.
Chira-chira.
你真心的想跟我干，于大老爷，我从背叛霍元甲那天起，我就断了自己的退路，我不跟你干。第一，我跟谁干？难道让我回去找霍元甲？不可能的。第二，我希望从你手里拿到那笔钱。这个很容易，我就一句话，把他给我杀掉。于大老爷，有消息了，我为你忠心耿耿，这大不了扛不住啊！把他拉出去活埋了。带走，于老爷，于老爷，要相信我。 这么凶恶，我也要凶恶。常言道，对狼不能仁慈，要想战胜狼，就要比狼更凶狠。也好，从明天起，你要变成一个凶恶的男人，变成一个阴谋分子，你一定要成为一个人物。
我要这些银子，咱们不是说好分成吗？我要全部。你不讲信用，因为这些东西本来就不是你的，所以你必须全部交出来。你很聪明，谢谢你的夸奖，但是却没有我聪明。跟我走！是。撤！
大人，别过来！
你们没想清楚，我想清楚了，快去帮袁讲。老爷，老爷，我来了。你也快去帮忙，快！
事到很乱，回家吧。虽然我不是一个英雄，可是我会努力，让自己成为一个英雄。我会保护你，再也不会让你受委屈、受欺负。人生有期限，所有不想让自己后悔，我想赶紧告诉你，我要跟你在一起，我要和你好好过日子。 我要嫁给你，我要名正言顺的嫁给你，我要做皇家的儿媳妇。一定要，一定要！我要让所有的朋友为我们见证，我要娶你，我要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我爱你。